大家好，我是峰。 1.20 哦，更新了新的建材哦。这个建材呢，最大的变化呢，就是新增的像我身后这种樱花建材哦。我们今天就展示一下哦，透过这种樱花建材，怎么样建成简单的初期生存小屋咯。如果你对这个建筑有兴趣，我会把这个建筑的存档放在影片说明栏哦。那好了，我是峰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拜拜。